安亲班下课了，好开心啊！我要跟我的新男友龙宝一起去约会。然后那个安亲班的阿明都说他长得很像周杰伦，不知道什么周杰伦，我只知道高尔轩，我超喜欢高尔轩，他好可爱哦！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我很可爱？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新男友。你在拍片哦？对啊。你拍什么？你真的好帅，好像高尔轩哦。还好啦，哎呦，不错啊。哎呦，不错，是谁的啦？杰伦啊。杰伦是谁？我偶像，现在新的我都不认识啊。你干嘛啦？你霸气耶！不要这样子。我照顾你啊。谁要照顾我？你要送我什么礼物？我叫我爸送你一个台 iPhone， 好不好？好，我要 iPhone 18。好，还有金额。嗯。